来看就是这在这届这法官做会来收乌色这案件内面，互人关心的，就是这苗栗县长何智辉，伊过去有哪做过了真济届的这个立委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的政治势力应该算作是真高。啊，不过伊含财团啊，啊个一寡这政商关系啊，下当讲好侃侃的几大官啦，有哪些官官司，有哪真一寡真大官，嘛真有可能因为安尼啊来了断了家己的政治前途。检方大动作到苗栗好智慧服务处来找证据，人无找到，但是带回部分资料。一开始有吓到，因为一次他这是第二批了，一开始还有人，然后把一个秘书带去台北问话了。这样拄啊好，有关系好智慧过去嘛，互收拾拢无伫处，伊个啊王素文撇走中国，所以传出有人通风报信，好智慧可能暂时啊人员交情袂歹，即届有四名司法官被收押，意思乎好智慧来收买咯。一些乡亲很关心哈，认为有过去。不管是当县长任内，或者说在立法院，五届，都有累积的一些经验跟人脉，希望我能够把它继续下去。三十多岁的董尚苗栗县议员对基层开始做起，何智辉做过苗栗县的议会副议长、苗栗县长五届立委，但是随着政治势力来引发着参财团一挂无清楚的政商关系，但是苗栗县长参立委期间，何智辉涉嫌古准工程开发弊案，甲一个德科东罗基地开发贪污案件被起诉，一审重判19年。两年前竞选立委失败，然后暗中来帮助朱德兵控制住的刘义波选，拍败了国民党的候选，和国民党撤销党籍。这个涉嫌着乌色法官的党务，那是有无公差贪污掺乌色罪名，政治前途就会暗淡。记者总。